校长、三位副校长、各位老师，以及同学们，大家早上好。我要朗诵的诗歌题目是《如果我能飞》。如果我能飞，我要飞到蓝天上，变成一颗小星星，闪闪发光。如果我能飞，我要飞到大海上，变成一朵小浪花，翩翩起舞。如果我能飞，我要飞到森林里，变成一只小鸟儿，快乐歌唱。